们正式要来上哈。我们今天要讲课程是议员议事方程式哈。那议员议事方程式在国中大家都学过没有？不要饮水啊、哦，不要矫正过任何事情。今天就认真听，知道吗？有问题？好，好，没问题哈。好，确定哈，没问题哈。好 ，OK， 来，那我们来看，来讲演讲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要学的有一个学习目标啊、哦，学习目标。好，学习目标呢，我有列四项啊、哦，四项。好，一个叫做等电。家法公民，好，好，那各位，你看一下你们的讲义的第二页，有没有前侧啊？有。好，题。是。好，给你五分钟，来开始，你做到，好，不可以交谈。好，时间到，来，我们继续来，前面就有后面，还有就有喽。来，看，都看，后面的。不及格是，嗯，拜了，今天拜了，今天拜了，啊，规定哦，你们这些人规定哦，啊，你们这些人就规定了，那你们老员工的，你们老员工，天爷，天爷，你还我这里再来规定哦，对哦，啊，再规定哦，啊，再听啊，来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，我们先介绍来。请翻到我们的第三页，好，什么叫做等量加法公理呢？就是说我本身就有一个 S 跟一个 Y， 本身就相等了嘛。那我在同时加一个 A， 加一个 A， 请问各位会不会一样？会不会？会。好，好。那如果我本身 Y 就相等。同时减一个 a， 一个数 a， 会不会等等？会会会哈，确定吗？好，那如果本身 s y 是相等，同时乘上一个 a， 同时乘上一个 a， 哎，注意哦，我们高中这个 s 跟这个 s 是，哎，这个乘跟这个 s 是一样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对啊。那怎么样区别呢？用什么比较好？点，对对对，用点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就想，哎，用点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请问这样会不会一样？确定？确定是？确定是？你还有疑问吗？没有疑问？有没有疑问？没有疑问啊？确定吗？好，确定吗？好 ，OK OK， 对，这个是对的啊，对啊，好，再来，同样。S 跟 Y 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同除以一个数 A， 同除一个数 A， 请问会不会演？会不会演？会。好，你认为会不会？好，你认为会不会？好，我先讲个，为什么不会？不知道，好，有没有人会讲？有没有人会讲？为什么？你们不是刚才很多人说不会，不一定不会，有没有人会讲？会的。哎，哦，可以啊，我厉害了。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太厉害了，给你一个赞，我送你一个赞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对，真的赞啊！来，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很一个很重要的，譬如说我零乘三等于零乘五，我这样对不对？我这样讲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这是零嘛？可是我都除以零啊，老师，我
灵魂相调最深的灵魂，认真吗？错，不错哟。对，这就输掉了。你要当厨师，可以，对不对？但是最重要是什么？不可以学习力。朋友，我们挑几个重点来，我们看，你看第三页的老师讲解的一之一，来，第一，一，好，我的题目是 S 减三等于零，求解，各位，来，有没有同学？是。S 等于负三。S 等于负三。好，为什么？整个移过去。整个移过去，所以 S 等于负三。你确定？确定，真的，真的很乱。好，你们先来。还有这个还是要给你鼓励一下，啊、哦，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啊、哦，来，还有没有？你认为呢 ？S 等于三。嗯，那行，没关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 S 等于三？好，请问各位，认为哪个比较对？上面的对举手。是，上面的对，真的。我你看，可以过去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要问啊，关键人这些做给呀，关键做给呀。我今天是婚礼，来，大家说什么婚礼？三负三过去就是三，不对哦，真的吗？哦，刚才表现得非常好，谢谢这位同学，好，给你一个掌声，好，非常好，来问一下，问一下，好，好，没关系，来，我们再看一个，来第五页，教师四之二。它的题目是负二 x 等于零，负二 x 等于零，求 x 来，有没有人要发表意见？哦，零，好，来，二，等，你等我先 ，x 等于二，二，啊，千万来，就是负二移过去要变号，一下变号，对，二，厉害，不简单，不简单哦，不简单来。然后听下听我，好不？来，好来，听。也，好。你确定吗？对。来，只有水平当地，他提出过来。七十。哦，不对哦。来，各位，哪一个才对？第一还是第二？啊，第二才对。那他一项呢？他有一项呢？对啊。对啊。那他一项要写变号呢？对啊。哎，他很厉害呢，他有一项要写变号哦。哎呦，你知道他错哪里？不知道。错哪里？他一项有这些变号哎。不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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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告诉你一个，你记下来，负二乘二会不会零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你知道错嘛？哎呦，对啊。哦，你想，转下去的当乘进去当嘛？负二乘二会不会零？不会嘛？好，那我问你，那负二乘零会不会零？不会。啊，所以你认为呢？哪一个才对？零。好，就怎么说你？怎么你？这个处处不得为什么？没有，有没有零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
所以你要特别注意，你要用能量做公理之前，你要先确定你的除数不得为零。好，那就干。好，我的题目是3x等于负6x。来，有谁能够回答这个问题？来，无解。无解。对，这题无解。好，请问总。因为 x 可以把它消掉。x 消掉。所以三等于负六。三等于负六。所以是无解。所以无解。对。拨盖的地方。对。这拨盖的地方。无解。确定。对。确定。对。不再改。对。啊，这不再改吗？你说。哇，真的哎。啊，你真的很无力耶，不简单哦，厉害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来来来来，给你一个证，给你一个证。来，有没有人不懂看法的？来，哇，压力大吗？以前，我信心没有，降啊，降不了，降不了。我也改了那个地方。那江姐呢？来，这是深光女，进攻女，金宝吧？对，阿这个呢？对，呀，古宝光女，阿答案是 H 等于零，所以是这么对啊，对不对？我已经对不对？用你担心对不对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不是无解哦。要不要懂？对对对，你们没问，你们很多人弄过，你们弄对，那个女会下降嘛？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他是无解嘛？哦，你看他很多人在生气他的，对，进得有声吗？啊，哎，啊，不对，注意注意 ，S 要等于零，对吧？能不能下降？因为什么？我讲过嘛，在等量除法公理的时候，你除法如果是零的时候，除数如果是零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对不对？不可以，因为他告诉你，有没有答？出现了，那来代表，可以吗？好，这个地方你特别特别注意哦。来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好，十页第十页有做变量，有没有？好，下面是十二页有后置，有没有？有。来，开始知道声音，来，我们讲过了，来试试看你自己的实力，来开始。第二个单元我们称为分配率，分配率，来请看我们的第十三页，第十三页，那我们这里面有三个重点，是乘法对加法的分配率，加法对乘法的分配率，好，还有将分数型化为整数型。好，怎么说呢？如果我现在写 A 去乘以 B 加 C， 你猜会怎样？对，会变成 A B 加 A C。请问我面前这个什么？我面前这个什么？乘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我写 A 加 B 乘以 C， 你看写 A C 加 B C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吧？好，那如果我说二分之 s 加三分之 s 等于五，请问你要怎么办？你要怎么办？一分五要变成什么？分母。那要怎么办？乘什么？乘分母的最小公倍数，对吧？三 s 加二 s 等于五，对不对？错，为什么错？右边哦，右边也要乘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，对吧？五 s 等于30 ，x 就等于六，懂了吗？好，我们今天就这个，好，接下来就讲这三个重点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15页，教室一 g。
给你的题目是两倍括号 S 加三等于一。好，有没有人愿意做答案的？来。x 等于二分之三。哎，它是等于二分之三。为什么？因为就像没有括号一样，就解开就可以二 x 加三。二 x 加三等于六。二 x 等于三，所以 x 等于二分之三。五。厉害哦！第五遍复习看完了，来，有没有简单？各位，你认为谁说的比较对？左边的还是右边的？右边的道理。一个生肖，今天中山外国机关在开工，二级将安诺，这边要听 ，A 要乘到 B，A 也要乘到 C， 哎，两个都要乘，还谁呢？成双成对啊，好。头前爱讲，后边嘛爱讲，好，顾前顾后，好，不要漏中间，好，来，阿江哥，你坐在哪里？坐哪里？后面啊，对嘛，五十六，对，对，所以这个是谁？啊，你得了什么？对，你写对不对？哎，太好了，这一个章送给你，哎，非常好，那好，这个才是对的哦，这是错的哦，坐哪里？没有乘到后面去，都要乘，每个都要乘，标记哦。哦，里面很容易错的哦。来，请看，来十五页。好，十五页的例题一至三。好，他说父母的爸爸。x 加七等于九，负的括号 x 加七等于九，来，有没有人有答案？答案 x 等于负二。x 等于负二。哇塞！来，那再准点吧。这题目等于负 x 加七。负 x 加七等于九。哎，然后呢？都要怎么样？想到后面去，每一个都要。